三分钟功率自行车心肺功能测试。速度我们告诉你啊，好，开始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当时骑自行车，我骑了两分半钟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还有一分钟啊！你坚持不了你就停，你都喘得累了。是蹬不动了，还是我觉得呼吸、肺活量不够了？要是坚持是能够坚持三分钟。1:43。如果你坚持三分钟，你就大喘气了，你就会呼吸变得非常急促。算了，那显然看张老师在这方面是比较差的，但是这个是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水平的，哎，尤其是吸烟的人他不会好。现在肺活量明显下降了，就是我听老抽烟吧，抽烟啊，抽烟影响这个肺活量，30斤烟，那你就减吧。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反正了太极拳是为了搏击的这么一个力量，对吧？他就是他搏击能力很强，但并不能说这个人他非常健康。现代社会，人们为求健身怡情而首选太极拳为锻炼项目，是因为其缓慢柔和的形式决定的。然而作为真正的格斗术，太极拳必然是迅猛刚烈，打击时毫不拖沓，干净利落。回首150年前，杨露禅只身入王府，没有惊人的毅业，怎敢面对一众高手的挑战？而今天的张志俊虽已65岁，仍然敢于面对挑战，敢于把自己的全部甚至弱点摆在世人面前，如此气度与古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一次测试以前，我只知道我太极水平还可以，只知道我在推手和实战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灵活和技巧性还是不错的，但是真实的了解自己真的是不了解。几百年来的太极拳一直有一个传说，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技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这叫做盲打。所谓盲，即是蒙上眼睛，全凭听觉来分辨敌人的进攻。听劲是太极拳人给他这个命名的一个名字，好像是用耳朵听的，其实这是一种形容，真正的听觉是一种直觉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要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您的反应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来判定，这种实验就是要解决太极拳的实验对象是不是有别于或者高于其他选手。不能按不了，如果我们只能插那个插上去就突出来了。对这种力的大小的判断有超常的能力。行不行？五千得关了，还要费电，再没声，稍微好一点。我们的触觉测试是怎么样的一个测试？是通过一个气泵，对吧？因为我们要假定我们给所有的选手的这个力应该是同时的，因此我们就用气缸，用同一个气压的作为压力源，来对气缸做出同时的压力，使它运动。科学仪器永远不会撒谎，于是李强臣专门设计了一个触觉反应测试器，让两个受试对象同时来在蒙眼的情况下来感觉这个力过来，然后做出反应。参与受试者：窦春旭、于勇、李旭民、张国良、朱丽瑶、姚宇。听劲是太极拳独特而神秘的高明技巧，我们亲眼目睹了张志俊蒙眼盲打的精彩之后，可以想象在触觉反应这个测试中，他也定有令人惊叹的结果。当然手指是最敏感的，我们知道手指肚，就这十个手指肚是人的第二个大脑，你闭上眼睛用手指摸的东西，只要你见过的，你有印象的，你都能辨别它什么东西。为了捕捉测试者的反应瞬间的准确信息，首先在每个受试者身上都要贴上肌电电极，同时以每秒1000帧的高速摄影机捕捉动态影像。第二个呢，为了更精确地来了解太极拳选手或者太极拳拳师在感受这个方向和力的大小的时候能不能快速地做出反应，要考察这部分能力。在受试者鞋底放入足底压力传感器，是为了准确捕捉受试者反应瞬间的压力变化。不知道这个球，这个他要测试什么？这个球突然来，因为大家都是突然的嘛。那能接着球以后，他还有一个动作嘛？啊，还有一个动作嘛？很多人就把球都抓掉了嘛。反正这个球来了，我是肯定有做一个反应。我就知道我在接受这个球来的感应的时候，我可能不会比别人好多少。但是当这个球，这个我感应以后的反应，我想我会比别人不会差。结果显示，张志俊反应平均为0.28秒，和其他6名选手相比基本相同。
据上来看，太极拳并没有超常的这种反应的能力，并没有。喂，没有超常就是普通，难道四十年太极拳修炼竟然没有与众不同？那么张志俊盲打的技巧是怎么完成的？张老师作为这个太极拳的实验对象来讲，他在65岁的情况下并不比年轻人对力的反应差，有的甚至好那么一点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张志俊和那些年轻的测试者们虽然反应的速度相同，但是实战中招法的变化以及格斗技巧的差异，相信会有天差地别的不同。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杨露禅盲打听劲的功夫，但是太极拳奇特的效果却足以使那个时代的人目瞪口呆。150年后的今天，这种莫名其妙的技巧被解释为圆，而李祥臣却认为圆还不足以解释太极拳制胜的全部。因为他不可能都画一个规规矩矩的圆，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理解成他都是以切线方式。切线，几何学名词，意思是经过半径外端并且垂直于这条半径的直线是圆的切线。假定对手的攻击是圆，那么太极拳就应该是在这条切线方向用力。简单讲，太极拳的攻击永远不会和对手在一个角度上用力。童子拜佛，双手搭到肩上，这个动作是我们练基本技法的非常高难动作之一。传说武士被打之后莫名其妙，于是再次冲了上来。双手合上以后啊，如果练双肩的时候最好你扣上啊，扣上，然后呢啊，用松胯胸腰的方法去打到，你才能够把周身的力量运到一起。就是童子拜佛。为了再现童子拜佛，仍然由窦春旭作为张志俊的对手。